讲哈，很甜很甜的一起看你哈。好，那个蜜糖跟甜，然后还有化学药品的甜。哦，现在的问题是哈，小朋友的味觉，小朋友的味觉哈，变成吃太甜，到那边都甜黑。我在美国的时候的人。六月三日下台中，人生的经验，我在美国下台中，我大概塞个车。我们上一次十月三十一号，他们叫什么节？然后吃晚餐也要几累哦。万圣节，万圣节他们去过去，他们就是去拿糖来吃的，啊，不给糖就捣蛋。哦，结果哈，我儿子去的时候哈，拿了六点半加台中的塞车，那时候比他还小，三岁半就上台。哎，他有七岁，拿了一袋的糖，去第二点，那个吃到哈，整个舌头都是色素。八点吃到晚上酸着了。八点。所以美国人哈，我跟他讲一下，睡觉加甜，对，他们非常非常怕痛。如果两点一定要去做。从小太大的甜，虎口很多的化学进去了，所以他们的疼痛忍受力没有。这样大家也很晚。那就只走天汇农场会是不是？天汇农场和那个彭大哥。哎，那对，哦，那还是一样，那你得烧八点。对对对。八点十分，八点十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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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台中的大家叫他叫，所以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哈，都到那五泉溪之后叫什么叫他叫了。哦，而且他们没有吃什么，没有吃那么甜，没有吃那么多化学的药品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跟化学工厂有关系了。化学就是用石油去做嘛，大量生产，跟你化学跟用油哎，你得让得让做低压嘞。哦，所以他的糖厂有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？没有办法。哦，所以我们台湾的糖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时候开始？我跟他讲吃饭晚餐八点。我们台湾就很富裕，富裕跟糖有关系。郑成功的时代，七点是一定赶不到。郑成功的时代就做很多的国际贸易，哦，输出糖跟有一个东西现在别人有的，叫做樟，不是樟脑，还有叫鹿皮，鹿皮，鹿化皮啊。哦，所以我们有鹿港，梅花鹿了，有鹿野，有梅花鹿。台湾是一个梅花鹿很多的地方，哦。那大车早期荷兰人来的时候，就是来这个来种，来把梅花鹿拿出去卖鹿皮。他们引进一种外籍劳工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叫做水牛，从爪哇引进来的。所以他们那时候来做这个水牛，哦，来从爪哇来引进那个牛的力量。哦，我等一下看看 my darling 在哪里。
你为什么要开一个梅花一号的交流道？是因为这里有大连慈济医院，慈济医院在这里。喂，喂，请喂，黄小姐吗？哦，这就是嘉南平原，啊、哦，一大片的平原，那个水沟，那个就是水圳，嘉南大。黄小姐是不是？喂。喂，黄小姐吗？我是这边是蔡凯乐医生，这里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有给预定、哦，还有两个东西要讲。对对对，第一个就是对，七点嘛，但是我们因为路上车子太忙，所以我们会晚，也可能要八点左右才会到。像我们做那个蜜饯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跟你讲一下啊。那是洛神，好，他就用黑糖对下去，对，就会发酵，发酵产生一种甜味，就会哦发酵。对，八点，因为那个车子。所以韩国人他们车子故障，所以耽误一些时间。就是吃什么好，对，那韩国人、哦、他们吃韩国的泡菜，他进口的山东白菜再这么便宜，他们好。那你跟老板娘讲一声哈。哎，好。李明博、哦、曾经为了韩国泡菜减产，差点点下台，因为韩国人、哦、就是不吃进口的东西。哎，啊、台湾人哈、哦，他、啊、就只跟老子呀，便宜就好。哦、所以、哦、我们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有这个观念呐、啊，明知未开。最厉害的是芬兰人，芬兰人、哦、他们产的东西一定芬兰人一定购买，就算它的价格是三倍以上，他们都买。芬兰这个国家，我去那个 EMBA 就是芬兰的那个国家，他们的国家就是团结，而且他们公开透明，他们总统府是没有贵宾的，总统出去。